VIP 病房护士一直打来，专心一点。是护士。罗议员说现在头痛很厉害，请你快点到 VIP 病房。罗明秀议员是去 Metal 了，崔长秀医师说会过来的。我根本没接到过 VIP 病房的呼叫啊！我确认我的手机，有吧？作为罗明秀议员的主治医师，连个患者都照顾不好，我认为必须解雇。因为你一个神经外科闹得天翻地覆，你还没清醒吗？不要再说了，我也很愧疚。强秀，准备 intubation。是。强秀，崔强秀。Doctors， 医生们，精彩大结局。